歌手别看霍尊萌萌哒，对起人来很犀利。最新一期歌手姗姗来迟的萌系男神霍尊总算来了。不过别看他萌萌哒，对起人来很犀利。这不，洪涛就被他对了。洪涛按照节目传统询问霍尊第一次来歌手什么感受，结果霍尊语不惊人死不休，笑嘻嘻的来了一句，就是已经准备好等会听您去刀了，看上去人畜无害的样子，结果冷不丁一开口就对上了，这可把大家乐翻了。霍尊的音乐合伙人小姐姐又惊又喜，贡献了一个表情包。汪峰像是一个听到什么自以为了不得的消息的小男孩，兴致勃勃又急冲冲地与人分享。洪涛老师张着嘴很吃惊地说，这么猛，第一句话就考我。汪峰这小表情不能更逗，背影中模糊的霍尊笑嘻嘻的表情更是萌到不行，别人都有种大仇得报的快感，全场只有洪涛愣在那里尴尬地笑着。许久之后他才故作威严地试图找回场子，放了一句狠话，一来就挑战总监制的权威。可惜这期节目结石姐不在，否则一定将霍尊视如知己，因为他也是一个对洪涛的常客。有时候他用白眼来对有时候他干脆想冲过去把洪涛放倒狠锤一顿。霍对对萌对对，这样的霍尊你喜欢吗？